使用 APP 会很困难吗？下载了几天？很方便啊。而且哈、哦，我们这里的店家在使用的时候，每次都可以回馈3%到4%，100块哦！哇塞，你真的可以吃到免费的香味王鸡排了。你知道一中街这边还有几家吗？哦，不太知道。面小姐、Pizza Running、福方号、香味王、QD 红豆饼、风好运，你知道200块可以吃到哪些吗？应该全部都可以了吧？没错，全部都可以吃得到。一面。啊，你平常除了吃的话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消费是？其他消费就里面的活动啊，父亲节啊、母亲节那种，哎，抽的蛮多的。就抽到这些红包了，对吧？那这个香港一中街里面，这个 APP 里面全部都可以一次找得到哦。